为了推动社区中心学习，玻璃定公所举办六零好生家系列活动，来到竹山社区关怀据点，邀请讲师来介绍如何利用蟠草植物来制作可爱蟠包，透过手工的制作，和社区长辈动手动脑，预防长辈失智失能。玻璃定公所伫竹山社区关怀据点举办一场蟠草植物的熟悉以及融入健康养生的课程。邀请江苏敖基酸来介绍无同款的芳草植物的特性。在现今的一个生活里面，比如说像疫情过后嘛，也是一样，就是大家都戴口罩，然后就鼻子好像都闻不到什么东西，甚至我们的肺，就是疫情后的症候群也都有被影响到。那如果说多闻一些香草，或者是说像我之后课程也会有姜黄，那我们就可以帮助他达到一个算是预防跟养生的一个方式去走这样子。其实这种东西就是说，因为社区它本来的课程就都很多，但是我们有选很多社区无得上的课，的新的课程，来融入社区，让社区都可以终身学习的能力学更多。除了熟悉社区周遭的芳草植物以外，也教大家运用香芋来制作可爱猫咪的芳包，和社区长辈动手动头壳，预防失智失能。你这有成绩无？有啊，真趣味诶！真趣味哦，真快乐吼，做着真快乐，真趣味。像他会拿一些剪刀嘛，然后或者是会进行一些创作，甚至跟伙伴里面互相配合去做协助的动作，然后最后甚至我们可以时间足够的话，可以让老人家们互相欣赏彼此的一些作品。竹子山社区发展协会在老树公园种了很多的香草，那我们配合镇公所刚好有这个这么好的课程，然后让长辈能够了解原来香草有这么多元的这个用途。这次课程吸引很多社区干部和志工来学习，他们希望未来所学用在日常生活面上。那侯老师呢，他在整个叙述的过程里面呢，让长辈有很多的体验学习，好，不管是闻的啦，或者是喝的啦，做的啦，好，所以呢，整个课程的设计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活泼。希望阿公阿嬷在这里，好啊，能够学到好的东西，跟阿孙呢，好，还有跟家人分享，好啊，透过这样的活动让阿公阿嬷也不会无聊啊，在这里能够跟大家互动，我想这是乐龄好玩力最佳的选择。透过这摆芳草植物的手工艺课程，和民众熟悉社区的花草植物，并且运用芳草植物来制作健康养生的芳包，丰富生活。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